因為咧，我見之前阿 Sandy 上嚟，佢咪咧介紹你睇一套，我都覺得係真係會係好精彩嘅《萬中生緣》。咁我自己嗰套戲邊個做嘅咧？真係嗱，我自己覺得我都有一個責任係要介紹一啲好睇嘅演出俾你。好近啫，你完咗今晚嘅 show， 你就得閒㗎啦。因為個 show 咧係6月24日至到26日嘅。導演，唔該。你連我監製導演都收埋埋啦，梗係自己人冇準備嘅。但如果啲高層開張單俾我咧，我係會用缽仔糕嚟俾錢。都夠全公司食嘅，我諗。係啦，咁好啦，第三樣嘢就緊要啦。有第三樣禮物添啊！又是紙的，你怎麼送紙的東西呢？方便攜帶嗎？我寫了封信給你，你想你讀嗎？好像你讀會傳神一點，是不是？你用你那些音聲細氣。好啊，會不會哭的？很短的，兩頁紙我都。我們一直繞著這個圈子，這樣啊，站著你站著OK， 超度咁喎，你當我係啊？咁啊？張敬軒，你過得好嗎？冇見面嘅日子，我同你同好多人一樣，都喺度好努力咁追尋緊自己嘅夢想。有時好困難嘅，但係冇諗過放棄，因為放棄咗咧就會成為定局嘅。你唔好嚟啊！我讀唔到㗎，因為放棄就會成為結局啦。但唔放棄咧，就一路行落去都仲有希望。所以我哋彼此都要繼續努力啦。無論將來會係點，我都祝福你未來有更多個20年做你夢想嘅事，生活開心自在。幾年前我哋喺同一個地方，你問我如果下一世。完翻我咁點算呢？嗱，你整嗰首歌好多高音嘅，你唔好嚟。我怕你唔記得，所以我而家再答你一次。我會去揾翻你。多謝王文，多謝。多謝張敬軒，多謝我嘅王神。多謝你。我未讀完㗎。俾我哋呢位光芒唔系喺头上嘅皇冠，而系由心里边发出嚟照亮好多人嘅张敬轩。對不起，我不是想令到皇上這樣的，他稍後都會現場好好的。多謝你。多謝皇上。我們現在送多一首歌給大家聽。好啊，這首歌都是很多人想聽，而且很久沒唱過，也都是我和皇后很重要的一個 project 的主題曲，送給大家，告白。